郑秀文、梁咏琪、赵雅芝和白百何等等呢日就一起出席电影《八个女人一台戏》的首映庆祝 party。 前几日啱啱过了43岁生日的 Gigi 又有没有收到老公和女女送的礼物呢？真的都没有，都没有送，因为我们平常生日都不太送礼物的，对，我们就是在一起过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觉得生日咁重要嘅日子，其实都好想同一啲支持咗好耐嘅即系歌迷喺社交网站上面，即系搞一个好似生日 party 咁样咯。咁因为我哋早几日就同屋企人都去咗新加坡度，即系放假探下朋友啊，咁庆祝咗。咁觉得正日嘅时候，咁佢哋都觉得好啊，即系应该系照顾下歌迷啊。所以大家都开心。至于 Sammy 和老公安仔，日前就荣升叔叔和叔婶，在晚辈的婚礼上面第一次被斟茶，但是他们两个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，所以表情就好像有点呆滞。第一次坐在这里被人跪地斟茶，其实那一下的反应我是很感动，但又觉得不知道怎么反应过来，因为斟完茶好像要讲一些东西，有少少哎呀知道怎樣去講咯，咁就嗰一下就有少少，其實好感動嘅。飲完茶之後就識得啊，知道係啊，要同佢哋講下早生貴子啊，一路生落去啊，要幸福美滿啊嗰啲咯。咁有個今次嘅經驗，下一次會係做得好啲，唔會個樣咁緊。其實好緊張咯，第一次。